姚明归盘开量化，圣人圣运半三天，现生日月真命数。圣人降道立现状，开基散了开方向。多讲选择伊半天多，群车坐共量化会，上天选择伊半圣母，量化三会人间办，天降选择伊群车中。真道真可可现在，犹在金庙金来开，凤元调子入妆台，姚明归盘量化开。明珠应知三句教，百劫一着大灾临。灾劫连连三不灾，不然降。来，今来风起天都降劫来，都降劫临寿院来，自主风铃闻道开，名师一指得灵台，了生脱死不再来，求名师一指现关灵窍，一直赢得。断轮回的生死，求道方知世间苦，我作世界不可灭，芸芸众生莫追求，缘起性空无常理，万物归空何时有？生不来，死不去。生生死死不来去，万物有尽还尽开。尘埃俗世皆入海，犹悲恼苦莫执着。今来求道求道来，名师点起灵山台，生得后寿正果来。玄门立宗演真机，道讲量化度冲机。历尽世尽天命尽，幻海人生五色界，不觉虚空下凡来。生生世世几千代，不生不死自性开。学道学无全学无，吸收天道全五无，五道五无五无道，灵智慧明道遍有。金丹倒转还九天，金榜题名定六时，自有元灵显灵应。姚明
难脱都。
梦惊休，哪知难见一灵珠，今日生。金刚多三座，三座诸灵归现门，浑圆去尽天命，灵鹫明殊一即现，永断轮回不来生。我今亲临下凡尘，圣人见功多有情。Yeah.